如果罪犯有两个选择，一是坐牢，二是通过记忆植入让自己变成一个好人，你觉得他会选择哪个呢？或许在未来，罪犯会先被高分辨率脑部扫描定位负责记忆和逻辑思维的关键区域，比如说海马体，接着根据他犯的罪行给他植入 AI 人工记忆，比如说暴力罪犯就会植入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记忆，让他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，从而有了悔恨的记忆。又比如说家庭暴力啊、贪污啊等等，都会有针对性的人工记忆，整个过程会实时追踪监控和反馈犯人的神经反应，确保人工记忆永久植入到了他们的大脑。而变成了好人的罪犯最终也会被释放，重新回归社会。你还真别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，海马体是大脑中负责将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的关键性区域。曾经有一个叫西奥多贝加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数学模型，在小白鼠身上测试了人工海马体用来恢复记忆，虽然还没有在人身上做实验，但是理论上只要我们能够把记忆形成和存储的机制简化成数学公式，到那个时候记忆或许就像是电脑里面的一和零那样，可以被理解和操控了。